睡前做这个动作五分钟，让你快速入睡，远离心烦气躁，头晕眼花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样搓耳朵可以让面部提升紧致，气色又红润。每天100下，坚持一周。五指对应五脏，多刮小指对肾好，多刮无名指对肺好，多刮中指对心好，多刮食指对肝好，多刮大拇指对脾好。大家赶快收藏这个动作，每天轻拍头顶20下。让您轻松告别失眠，远离头晕头沉，不要每次都划走，点个红心关注一下吧。俗话说，白走不如一抖，今天教大家一套抖身操，大家跟着我做起来。首先呢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自然抖动，抖动的时候呢，脚尖垫起，就这样每天五分钟，可以疏通全身气血，抖出美丽，抖出健康，每天做上一组就可以了。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感谢支持。姐妹们，抬脚后跟每天300下，你的肾气足了，人就变得长寿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就是抓手往怀里抓，抓的是阳气，一定要把手打开用力抓，反复练习，肝血足了，人的身体就好了，不要着急划走，点个爱心转发给家里的朋友。